realize is what's happening, you should decide whether we need to be doing this. 我们已经把调查的范围缩小了，并证实就在香港。我们也知道美国一定会尝试去找到泄密的源头。我需要你们全力以赴，一定要在他们之前把泄密的源头找出来。我哋同美国唔系有个引渡条约嘅咩？这个让我们来处理。你过嚟揾到佢先啦。